我是张伟修。我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这个怎么样子来做一个很简单的 ECS 在 Scala 3里面。那大家知道 Scala 在去年它是从 Scala 2.13现在升到了 Scala 3.0，事实上现在已经3.1了。我们知道说 Scala 它其实它在这个后端它是有蛮多的一些大家使用它在后端上面，不管外面很多公司像 Twitter 啦、Databricks 啦、Airbnb 啦，都用了很多 Scala。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presentation 呢，就是不是把 Scala 用在后端，而是用在前端哦。那 Scala 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 JVM 上头的语言，可是它除了 JVM 之外，它的这个compiling 的 target 也有在JavaScript 上面或者是 LLVM 上面，所以它基本上它是在很多不同的 platform 它都可以使用的哦。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今天就会大概提到一下这个它在不同的 platform 上面的一些作用，然后最主要的是，我们今天会利用 Scala 3的一些比较新的 feature 呢，来让我们做到一个很简单、很简易的一个这个 ECS。这上面是我的这个联络资料，所以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来这个跟我来讨论。那这个是 GitHub 上面我们为了这一次这个 ECS 所建的一个 project，所以里面有这个 ECS 它本身的 code 跟它的一些 example 都在里面，所以欢迎大家去看一下。那这个是我们这个Scala 台湾的一些 information 啊。那 Scala 台湾其实在这个 COVID 之前，我们都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些这个活动。可是这个 COVID 来了之后，我们基本上就也都没有举行了，所以希望明年的话，我们能够再恢复啊。然后还有我们的不管是 Gitter Channel 或者是我们的 FB 的 Group，都欢迎大家来参与。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 agenda，基本上呢就是我们大概会介绍一下什么是 ECS 啊，然后我们会有一个 example，通常我们 example 都会留在最后面，可是我们希望说这一次我先把 example 秀出来，让大家知道等一下后面要讲的一些东西是什么，然后再一些 overview，然后最后就是 ECS 里面的各个不同的 component。OK，所以什么是 ECS？ECS 它基本上它是 Entity Component System 的一个缩写啊。那如果各位有这个有用有用有有写一些 video game 的话，可能对 ECS 就会比较熟悉一些。我之所以会接受 ECS，是因为事实上我们现在这个小小的 project，SECS 啊，SEX 这个 project，也是因为我前一阵子有在学这个 Rust 的时候，Rust 上面有一个 ECS 的这个 system 叫做 Bevy，然后所以我这里面很多的一些 idea 就是从 Bevy 那边拿过来的哦。所以我们只是想说，如果我用 Scala 3来做的话，那是不是能够做到更方便、更简洁的一些方法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ECS 的这个 process。事实上，这个也是我从网络上面找到抓下来的。不过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示意图啊。所以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会有在系统里面我们会有很多个不同的 entity。那 entity 有它各个属于它的这些 components。像 size 就是一个 component，gravity 也是一个 component，position 也是一个 component。然后呢，我们会有不同的 system，它能够来 query，说我现在这个 system 我要做一些 processing 的时候，我需要哪一些 component。所以属于那些 component 的 entities 呢，就会被 select 出来，然后在这个 gravity system 里面，它就可以对它做动作。哦，所以说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就是他说："哎，有没有 gravity？如果有 gravity 的话，它就会
把这 entity 丢给这个 gravity 的 system， 然后它就可以去 update 它的 coordinates 啊。这个做完，这个 system 做完之后，它就做下一个 system。OK， 然后它这整个是一个 game loop， 基本上我们大概都是每秒钟60次的这个 game loop 在那边绕啊。这是另外一个 example。那其实这里的话也跟先前的类似啊，只是说它这个 system 呢，它不仅仅是要这个 action resize 的这个 component， 它也要这个 entity 本身，因为其实 entity 本身在这个 system 里面它并不会给它的这个 entity 的 ID， 它不会给它的，所以如果你需要用这 entity ID 才能去 update 一些它所属的 component 的话，你就也需要一个这个 entity ID 的 component，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 component 里面把它的 ID 抓出来。 OK， 所以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 example， 然后事实上这个 example 是 Asteroid， 是一个很早之前的一个这个 video game、哦、那我们在这里面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些实作，利用我们这个 SECS、哦、利用我们这一次所写的这个，所以我们有把它做成是一个 Java 的 application 或者是一个 browser 的 page。 然后事实上这两个 example 它的大部分的程式都是一样的、哦、它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怎么样子来 detect 这个 keyboard 上面人家怎么按的，或者是我怎么样 render 一个萤幕。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 example。 首先我们来 show 一下，我看 OK， 这个是这个在 browser 上面的 example， 然后这就是 Asteroid、啊、Asteroid 基本上就是你是有一个飞船，然后你可以在这里面在无重的状态绕，然后你可以去这个你可以去发射这个 torpedo 啊，发射这个鱼雷啊，不啊，对，鱼雷哦、啊。然后当然你不能被这个 asteroid 哦、啊，不能不被这陨石撞了，被陨石撞了你就粉身碎骨了哦、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说，事实上像每一个这上面的 component 都是一个我们所谓的 entity。OK， 这个 spaceship。它是一个 component、哦、然后它所发射的每一个这个鱼雷呢也都是 component， 那这个每一个这个 asteroid 本身也是 component、哦、不管是大的小的、哦、这没有都是 entity， sorry 我都讲错，都是 entity， 然后可是它每一个 entity 它都有它这个不同属于它所属的不同的 component， 像是说所有的这个移动的东西它都有一个movement 的 component， 或者是速度的 component， scale 的 component、哦、不同的 component， 然后我们可以组合起来变成是一个这个 game、除了这个在 browser 上头、sorry， 除了在 browser 上头之外我们也有、哦、我这已经有，我们也有在这个是在这个这是一个 Java 的 application、哦、这个 Java 的 application 的话它后面用的是、Java FX、哦、它是用 Java FX 来做这个 rendering， 然后我们有一个叫做 Scala FX 的 wrapper 呢把 Java FX 的 API wrap 起来，所以我们在Scala 里面可以直接的用 Scala 的语法来 call 它。不过 Scala 的好处是你即使是没有 wrapper， 我也是可以在 Scala 里面我就直接 call Java 的 library， 这是没有问题的。 OK，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我们的 presentation。 所以这个 ECS 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用了 Scala 3的所谓的 meta programming 的一些 feature、哦、所以让我们这个在 ECS 在做 programming 的时候呢它是更简单，然后也比较不会出错。OK， 那Meta Programming 在 Scala 3的话事实上它是蛮重要的一些 feature、啊、然后它有一些蛮好很好的 support。 Match Type 的话呢就是说我是可以Match Type 可能有一点难解释，不过基本上就是我可以用不同的我可以用不同的 type 的 combination 来做成另外一种 type、啊、那这个 Scala Compile Time 的 package 的话呢就是它有一些 API 提供出来让我们可以在 Compile Time 的时候使用，所以 Compile Time
使用的意思就是说，我在 compile 这个程式的时候，它会来 call 那些 API、哦、可是它在这个、runtime 的时候，这些 API 就通通不会存在。它有一个 inline function， 它的 inline function 的话呢，跟过去的 inline function 不一样、哦、过去是 inline annotation， 现在 inline function 的话就是它。当你说这个 function 是 inline 的时候，它 compiler 一定会把它做成是 inline， 如果它没有办法 inline 的话， compile 就会失败、哦、所以这是百分之百的 inline、哦、然后、除了这些、meta programming 的 function 之外、feature 之外，它也有提供 macro、哦、可是 macro 在 Scala 3是比 Scala 2的 macro 简单，而且它是正式 support macro， 不过 macro 它基本上算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feature， 然后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project， 我们也不需要用到它，我们就可以做到我们所想要做的事情。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entity 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identifier、哦、所以在 Scala 3里面，我们可以把它 declare 成为是 opaque type entity， 它就是一个 int。 所以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 compiler 它在 runtime 的时候，它看到 entity， 它后面就把它 compile 成为 int。可是这个 entity 的这个东西，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可不可以去把它对拿它来做加减乘除呢？因为我们知道后面是 int 呢，不行，因为它基本上就是它是一个 opaque 的 type， 它是一个非透明的 type， 我们只知道说它是 entity， 所以它这个 entity 我们可以赋予给它不同的功能，不同的 method， 可是它不能够，就是因为不能够说它因为它是 int， 我们就可以对它做int 所可以 做的事情、哦、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 abstraction， 我们可以有 entity 的 abstraction， 可是然后它后面的 runtime 的 presentation 是 int， 所以速度会快，可是又不会有这一种、你可以把它拿来做加减乘除的这个问题。那 component 的话呢，基本上就是 Scala 的 case class、哦、我们必须要 extend component， 然后 derive 一个东西叫做 component meta。那 driving 的话呢，是 Scala 3的一个比较新的功能，不过它是比较 advanced 一点，我们今天先不会讲、哦、所以我们的 component 的话呢， 它必须要是 immutable、哦、那基本上所有的 Scala、case class by default 都是 immutable， 那这个也是在我们这个 SECS 这个里面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就是说它必须要是它的 component 必须要是、immutable。我们有几个 built-in 的 component， 比方说像是、entity C、我们 stands for entity component， 那这就是我们刚才在这个图例里面有讲到的，你这 system 如果要取得到这个 entity 的话呢，它就必须要这个、有 entity C， 那 这个你就必须要用把 entity C 放在它的这个 query 里面， entity C 它是 built-in 的，所以所有的entity 都会有一个 entity C 的这个 component， 而你也可以有一个 label 的话就是你可以给 component 不同的这个名字、啊、只是这个名字这个 string 的话呢，它是一个 type level 的 string， 它是这个、它并不是一个真正 runtime 的 string， 它是每一个 type 都就是每一个 string 都是有一个它自己的 type， 那 label 就是有它自己的 type， 所以底下这个 dimension 的话就是它是一个component， 它有 width 跟 height 这两个不同的这个属性。 OK， 那这里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刚才的这个、asteroid 的这个程式、啊、这个是我们这个 asteroid， 就是我们刚才那个 game 的程式，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有哪一些 component， 比方说它的 component 就像是它有一个新的 spaceship， 这就是一个 component、哦、所以新的 spaceship 就我 spaceship 要出现的时候呢，我需要给它一个 delay， 如果没有给它一个 delay 的话，你这 spaceship 可能会这个因为旁边有很多陨石经过，它就会一直产生它、哦、所以我们这个 time 就是它的 delay。 flame on 的话就是我这 spaceship 我要把它往前走的时候呢，我就这个 entity 就会多一个 component 叫做 flame on，或者是它要 hyperspace、哦、我们这里面可以去这个、去做 hyperspacing 的时候，它 也是一个 component、哦、或者是一个像我们 direction、哦、这个所有的我们这上面所看陨石也好啦 spaceship 也好啦，它都会有一个 direction 的这个 component，
或者是 movement。 movement 的话就是它现在有它的 position、啊、它的 XY 是多少，它现在是朝哪一个方向走的，跟它的速度是怎么样子的。所以这其实 这些都是 component、啊、那我们刚才在这个、我们的 game 上头，就是它可以有不同的每一个、不同的 entities 呢，就可以有不同、它归它 属于它的这些 component。 好，那 system 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说有看在那个在这个、那个 ECS 的这个、diagram 里面有看到的，就是说我们的 system 就可以 select 出、我们所想要这个我们所想要 process 的一些 entity。 然后至于说那些 entity 你的条件是什么呢，你它必须要有什么呢，以这个来讲的话，它就它必须要是有一个 entity C 的这个 component 跟一个 dimension 的 component。 所以这一整个就是一个 system function。 system function 在这个 Scala 我们这个里面呢，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很基础的 Scala inline function。 所以我们必须要 specify 说它是 inline、啊、然后是一个 inline function。 然后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 system 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做我们所想要对这个 entity 做的一些事情、啊、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也是一样我们刚才的这个我们刚才的这个 game 的程式哦，像是说这个 update spaceships， 我们叫 update 就是一个我们有一个 loop 对不对， event loop， 然后一秒钟会跑30次的，所以这个一秒钟就会被扣30次。然后这个 system function 呢，我们就 select 出来 entity， 它是有 entity C 这个 component， 它有一个 label 的这个 component， 它必须要是 spaceship。 然后还有 direction 的这个 component， movement 的这个 component 跟 cool off 的这个 component， 就是 cool off 的 这个 component 它可以是 optional，所以我们前面可以写 option。 OK， 那我们在这 system 里面，我们就可以去对它，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 result。 得到它 result 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就可以得到所有的每一个 component 符合这上面所写的条件的、啊、那大家注意到就是说这里面其实这几个 component 它通通都是它只是一个 type 而已，它并不是一个任何一个 runtime 的值、啊、它这只是一个 type。所以因为我们这是 inline function， 所以我们可以在 compile time 的时候就把它做一些 selection 的一些程式呢，用 inline 的方式它就直接 inline 在这里面了。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整个这个程式 run 起来呢，它在 runtime 跑的时候它就比较少这些 if else 的判断、啊、或者是它需要去这个啊。这个 generate 一些 temporary variable 的一些做法。因为我们这些所有的判断所有的 selection 的这个程式，它都是在 compile time 的时候它就把它做 inline 下来。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system 的 function。 那我们大概我看一下哈。 OK， 这个我们等一下后面再讲，我们先看接下来的。那 command 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system 也可以接受 command、啊、system 的话呢，就是它可以你可以接受 command 的时候，你在这个implement 这个 system 的时候，你就有 command 的这个 object。 那 command 的这个 object 用来做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用来spawn entity， 就是 create 一个 entity 出来，可以 despawn entity 把这 entity 杀掉、啊、或者是我们可以利用 entity 呢得到它的 entity command。那得到了这个 entity command 之后，我们就可以对这个 entity 做 insert、update 跟 remove 的动作、哦、这里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在这个、update 的这个地方。 update 这个地方呢，事实上它接受的是一个、C to C 的这个、function。 C 是什么？ C 是 component， 意思也就是说我要 update 的时候呢，我会给你旧的 component，会给你这个 update 的 function 旧的 component， 然后你需要去吐回来给我一个新的 component。 那意思也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所有的 component 都是 immutable， 我们先前有讲过了、哦、我们所有的 component 都是 case class， 你没有办法直接去修改这个 case class 里面的这些值。所以
基本上这个 update 的话呢，这 updater 这个 function 呢，它基本上就是它必须要是 component to component。那为什么说要有 command 又有 entity command 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样子的话，我的 insert component、update component、remove component 这些，因为它都是它们也都是 return entity component， 所以我就entity command， 所以我这个我就可以用 flow 的方式把它一直串下来，我们不需要去这个不需要去这个重写另外一行的指令。所以以 command 来讲的话呢，以 command 来讲的话，这就是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 command， 所以我们可以拿 command 之后，我们可以拿到 command 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command 就可以比方说这 command 是 C 嘛，所以我们就可以这个拿这个 command 得到它的取得到它的 entity command， 然后用它来做这个 update component 的动作。 OK， 那或者是拿到了这个，我们可以 spawn 一个新的 component 出来，然后这个新的 component 呢，得到这新的 component 之后，我们又可以对它做 insert component 的动作哦。所以 insert component 我们都可以是用 flow 的语法这样子一串的写下来的。OK， 好，那 query 的话，就是我们在写 component 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提供的另外一个这个parameter 啊、哦。那 query 其实就是用来 select 我们要对它做动作的 对它做动作的 entity。那至于说我们要用要怎么样子来下这个 condition 呢？其实就是 query 这个 type 本身它有两个 type parameter 啊。第一个 type parameter 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要 select 的这个 component 啊，它有哪一些 component， 我这些 entity 一定要有的，你就放在最前面的这个type parameter 里面。然后大家注意到它是一个 tuple 的意思就是说它可以是一个，它也可以是多个不同的这个不同的 type。那 Scala 现在 Scala 3的 tuple 已经不像是 Scala 2说你可以只能够有22个不同的 type， 它可以有无限多个，所以这里的 tuple 还是蛮 flexible 的。然后后面的这个 OS 的话呢，事实上它就是我们除了这个前面的 CS， 我们把它称之为这个 components 的这个 entity 必须要有这些 component 之外，以这个范例来讲，就是它必须要有 entities， 要有 direction， 要有 movement 之外，后面这一个我们还可以加 filter 啊。filter 是什么？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后面 filter 好。那 filter 的话呢，就是我们除了说前面的这些 component 之外，我们也可以给它一些条件。那这些条件呢，就是说，我这个 entity 除了我要有前面的这些 component 之外，我也要能够符合后面的这些条件。条件里面呢，我们是可以，它是可以用 boolean operation 哦，这个用 not 啦、and 啦、or 啦，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些 combination 的。哦，意思也就是说，我可以要以我们以这个例子来讲好了，后面的这个 filter 的话，就是我所 select 出来的 component， 它必须要有dimension 这个 component 啊，我所 select 出来的 entity 啊，必须要有 dimension 这个 component， 跟它在这个 event loop 里面呢 ，rotation 的这个 component 刚刚被加进来 ，OK， 那这个是一个 and， 所以说它必须要有dimension and 这个rotation 是在这一次 event loop 被加进来的，所以当然除了 and 之外，我们也可以做 not， 也可以做and 或 or 啊，然后这个 decorator 的话，除了 added 之外，我们也可以说 changed， 所以某一个 component 在这一个 event loop 里面是被改变的，我们也可以把它抓出来，所以这里当成是它的一个 selection 的 criteria。 那大家注意到就是这个 criteria 里面，就是它有这些 selection criteria， 可是它并没有把它的值抓出来，因为值是在前面哦，值是前面的这个
这一个 parameter， 就是说我需要把这些值带出来。可是这里面的话就是说它只需要这个 entity 要符合这个条件的 entity 我都可以把它抓出来，所以这个是 filter。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example 哦。所以以刚才的这一个哦，以刚才我们那个 game 来看的话，我看哪一个，事实上哦，事实上我们那个 filter 是 filter， 我们在这个 game 其实还不需要用到，所以我应该没有。所以可是我在我这个我这 project 里面有一些 test cases 是有 exercise 到这些 filter，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如果有兴趣的话。好，那最后呢它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event。 event 是什么呢？ event 就是说我们可以 call 不同的 system， 可是在 system 跟 system 的 function 中间，如果你需要做一些communication 的话呢，你可以由前面的这个 system 呢发一些 event。 那 event 我们的做法是我们也把它，它也是一个 component、哦、它是一个 built-in 的特殊的 component。 所以哪一个 entity 它可以 send event 的话，它就必须要有，你就必须要 insert 给它一个这个 event sender 的这个 component， 后面是一个它的 event type， 然后它可以 call send。 那如果它要 receive 这个 event 的话呢，它就必须要来这个 insert 一个这个 event receiver 的这个 component， 然后后面有 receive 的这个 function， 所以它可以把这个 event 它的这个event sender 送出来的 event 呢收下来、啊、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方式，我们就可以在 system function 跟 system function 中间我们就可以传递讯息、啊、那这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我这个 event 在我们先前有讲到，我们这个因为这个是我们有一个 event loop 是每这个60次一秒钟的一直在跑的，所以它每跑一次的时候，event sender 的这个 event 它会 send 出来，然后后面的 receiver 会 receive 到之后，下一个 event loop 这些 event 就不见了、啊、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它的 lifetime 就只有在这一个 event loop 里面有而已。所以 以 example 来看的话呢，我们这个 asteroid 它就是有、啊、它有两个不同的 event， 像是 torpedo 我们说鱼雷的 position， 它这是一个 event，它就会带它这个torpedo 它的 entity 是什么，然后它的 position 是什么，这是一个 event， 或者是 spaceship 的 position， 这也是一个 event。 OK， 那我们在看一下 event receiver。 好，我们在这个update movements 这个 system，这个 system function 里面呢，就这个它这边就有把、啊、有 optionally 有 event sender 是 torpedo position 或者是 spaceship position 的这些 entity， 它 select 出来，然后在最后这一边，它也会去把它的这个它也会去 send 它的这个 event， send torpedo position 啊，或者是 spaceship position 的 event。 然后下面在我要去 detect torpedo hits、啊、就是这个我这个鱼雷到底真的有没有打到这些陨石的时候呢，它这一边就有一个 event receiver， 它会 receive 这个 torpedo 的 position 之后，然后它来检查说这个陨石是不是有被这些鱼雷打到了。 OK， 好，那我们先前讲到的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可以使用的 API 也好啦，或者是我们要写的一些 function。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把这个整个东西 tie 起来呢？我们就是必须要来 implement 一个trait 叫做 SECS。 那 trait 其实就是在 Scala 里面，在 Java 里面就是 interface、所以我们必须要来 implement 这个 trait。那这 trait 里面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像是 init、哦、我们在 init 里面呢，你就必须要来 call 一些你专门用来 initialize 你这个世界的一些 system function。 那 take 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每
60秒一次、啊、它会来扣这个 tick。 那60秒一次来扣 tick 的时候呢，这里面 你就来必须要来扣一些你所写好的一些 function、啊、一些 system 的 function、啊、那 before render 的话，这个也是每60秒会来扣一次、啊、我在 render 之前我会来扣一下这个 function， 会来扣一下你的 implementation。那 render entity 的话呢，就是每60秒每60秒这个 function 会被 call， 你有多少 entity 我就会来 call 你几次。 OK， 所以那最主要是这里面也不是说每一个 entity 都会被 call，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最前面有一个这个 SS， 这个就是你的 entity 的 status， 你可以给我这上面这几个 status、啊、你可以 specify 说我这个 entity 的 implementation， 事实上我只要看到新 create 出来的 entity， 或者是我要看到新 create 出来的 entity 跟现在已经活着的 entity， 或者我只要看到只有活着的 entity、或者是我只要看到这个 被 delete 掉的 entity。 那这些因为它是 tuple， 所以你这个都可以 把它放在一个 tuple 的 type 里面、哦、然后不管是几个你都可以放。所以这几个符合条件的 entity 呢，在这个 render entities 的时 render entity 的时候，它就会被 call。 那被 call 的时候呢，这边我就会给它你这个 entity 它所有属于它的 components， 跟它在上一个 event loop它所有的 components、哦、所以因为有一些时候我们在做 render 的时候，我也需要知道我上一个这个 event loop 的时候、它有哪一些 component， 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留下来、哦、那我其实我们之所以可以这么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所有的 component 都是 Scala 的 case class， 然后都是 immutable， 所以我都可以把它 save 下来。那 after render 的话，就是每一个这个 event loop 最后你可以、after render 它都会 被 call 一次、哦、所以这里的话呢，所以事实上我们刚才在一直看的这个程式里面，这个 asterisk sex 呢，其实它就是一个 sex。 OK， 那这个 sex 我们说它的 status， 我们说有兴趣的 status 就是 spawn and alive， 或者是就是 spawn and alive 而已。那这上面我们有一个 keyboard， 有一个 renderer， 这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刚有先前有秀过说我在 browser 里头跑的跟我在 JVM 上头跑的事实上都是跑这个相同的这个 SECS， 它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有 keyboard 跟 render。 那 keyboard render 它的 implementation browser 跟这个 Java 的 app 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是从外面 pass 进来的，可是除了这个不一样之外，其他的它里面的这个逻辑事实上都是一模一样的。那这里面的话像是这个 spaceship， 这就是我们那个、我们那个三角形 spaceship 的定义，或者是这个的话就到后面火箭那个火的定义、啊、然后这一边我们有一二三四五种不同的 asteroid， 所以事实上我们这五种不同的 asteroid 呢，它可以 rotate， 它可以有不同的方向跑，可是它基本上就这五种而已。那当 asteroid 被打到的时候呢，它也只是相同的 asteroid 它缩小、哦、OK、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像我们刚才有讲到的、Init 就是在这个整个 game 在一刚开始的时候会来 call 的。那 Init 这一边我们就只是来 call setup。那 setup 这里的话是什么？ setup 的话它就是很单纯的，我可以、create 一个新的 spaceship 出来，然后 create 把一刚开始的这个 asteroid 给 create 起来，就是这样子。那 asteroid 的话就是五个 asteroid， 然后我们就把它给它 label 是 asteroid， 它的 movement 是什么，它的 scale 就它的大小是什么，一刚开始是最大的，然后每被打一次就缩小一个，然后它有两个 event receiver。 OK， 那、spaceship 的话就是它就 spaceship， 它有 movement， 它有 direction， 然后它会 send 这个 event， 基本上就是这样，都蛮单纯。然后这些的话 update spaceship 啦，这些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system function。
哦，所以 update spaceship 的话，我这里面我就要 select 出所有的 entity， 它有这几个 component， 它就 select 出来之后，它就可以对它做事情。那这其实后面也都是类似哦，所以我们有各种不同的 system function。那比方说像是这个 ECS 的好处呢，就是因为你看我们所有的在这上面可以会动的东西，不管 spaceship 啦、asteroid 啦、鱼雷啦这些也好，它都会动，所以它每一个呢都会基本上都会符合这些条件哦，它都是 entity， 它都有 movement。然后它也许有这些，可是因为它有基本上都会有前面两个，所以所有会动的东西我只需要有一个 function 在这一边来做一些数学的运算之后，我就可以去 update 给它一个新的 component。 那所以它在下一个 frame 的时候呢，这些陨石它就会行动，它就会转，然后这些鱼雷就会往前走，所以都是在这一个 function 里面，我就可以 take care 它所有的这个 movement 的动作。所以我觉得 ECS 的好处呢，真的就是它比较有点像是 Java 以前的 AOP 一样，我可以做横向的这个横向的这个 concern 的 programming。所以这个是 init 的话呢，我们就 call setup。那每次 take 就是60秒一次，我们就会 call 这几个 system function， 就是这样子。OK， 那 before render 的话就是我们把它荧幕变成黑色的。那render entities 的话 entity 的话呢，就是我这边会来 call renderer， 就是先前我 pass 进来的 render。 那 render 它都有这些 method 我可以来 call， 所以这些 method 呢就是在 browser 或者在这个JVM 底下它都会有不同的 implementation， 那我们就可以在不同的platform 上头跑。 OK，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我们 browser 上头的asteroid。 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个 example 哦，应该还有时间。我们另外还有 example 呢，就叫retain mode。 那 retain mode 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先前这个 asteroid， 因为我们在这个在 browser 里面我们秀的时候，事实上它是一个 canvas，它是在网页上面的一个 canvas。那我们都知道说 canvas 它就是你每次60秒一次，我每次要画的时候我都会把它清干净，我都会把它 render 清干净变成黑色，然后我里面就是这些 component 都是画上去的。跟 render mode 的话呢，其实就像是HTML 的 DOM 一样，就是说我 create 了一个 HTML 的页面之后，这些 DOM 呢都会，这些 DOM 的元件都会继续存在的。那我要改变它的话呢，我并不是重新 create 它，我只是这个去修改它里面的一些 property， 一些 attribute。那这个其实就是 retain mode。那 retain mode 的 operation 在我们这里面可不可以 work 呢？事实上也是可以的我们这里面有一个 example， 它叫做 retain。那这个 retain 的话，我看 ，sorry。retain 的话呢，这个其实是蛮简单的，就是说我这里面我们去这个做了1000个不同的 cube 然后它就在那里 3D 的 cube 它就会在那里转。我先秀一下这个 demo 好了。这个就是我们 retain mode 的 demo， 现在看起来有点奇怪，可是这你要动一下这个。这里面就是有1000个 cube 在黑白的 cube 在这里转。那我为什么用这个 example 呢？因为最主要是我这后面它这其实是 WebGL 然后它是用一个 JavaScript 的 library 叫做 3.js 做的。那 3.js 它基本上是一个 retain mode 的 3D 的 library 所以它就是它的基本的概念就是我可以去 create 一个这个 world 之后，把这些1000个 cube 都放在它该放的地方。那我每就是60秒一次进来的时候，我就改变一下它的 rotation， OK， 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做这些 cube 的 rotation 了。这要怎么做呢？
我们在 setup 的时候就我就 insert cube 啊 ，insert 了1000个 cube， 然后 transform 的时候就是这个每次我都改变它 rotation 的这个角度，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只是它最主要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我们这里面啊，我们这个 sex， 我们这个 sex 它所要的就是要我要新增的 type 跟 alive 跟有 change 的 type 的 entity， 它才会。我才会在这个 render 这里出现，所以这里的话呢，我就可以去判断说，哦，如果现在是新增的话，那我就会去 add cube， 如果我现在是改变的话，我只需要去 update cube 就好了。所以我在这里面就只有新增了这个entity 的一些 status。 事实上呢，我们这一个 sex 我就可以同时 handle 所谓的 immediate mode， 哦，就是像 canvas 那样子 immediate mode的这个 render 或者是这个 retain mode 的这个 rendering。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JavaScript 有点熟悉的话，那基本上现在那个 React.js 它其实就算是immediate mode 的这个 operation 啊。那HTML 本身这些 component 的话就是 retain mode 的 operation， 所以理论上我们这一个ECS 应该也可以用在这个 HTML 的 UI 里面。我还没有真的试过，不过外面应该可以找得到一些 HTML UI 是这个是用 ECS 来做的，所以我想也许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这个这个可以来延展我们这个 SCCS 这个 project 啊。那这个 project 呢基本上现在都在这个GitHub 上头，那大家都可以去这个 download 来看的。然后我在那个上面呢我也写了一些以我来讲了不少的这个documentation， 所以这里面讲的会更清楚一些。然后这里面也有提到说，如果各位想要试的话，要怎么样子去 run 这些东西哦。那其实你只需要把 SBT 装起来 ，SBT 在 Mac 上面你用 Brew 就可以装。那在这个Ubuntu 的话，应该就是 APT 就可以装了。所以把 SBT 装起来 ，Scala 都不用装，你就把 SBT 装起来，然后把这个 project clone 下来之后。你就可以 follow 我这上面的 comment， 就可以来试着 run 这个 project。 好，那这个就是我今天的presentation， 谢谢大家。